好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天。很久没有用电脑录影了，现在是2020年8月24日，然后下午1点钟。那不知道这个声音的录影品质怎么样？然后这个是用模拟器在打这个九尾狐，但是现在看到的画面呢，不是你们的那个，不是我的这个影片解析度太低哦，是因为那个游戏有一个马赛克功能。那这功能其实一直都有，那只是我一直都没有装。你看有没有看到魔梦大招？我其实命运之子啊，基本上我现在那个游戏我都会就是B 站也传，然后那个YouTube 也传，但是后来这个命运之子啊，唯独只有命运之子我没有传 B 站了，就是因为说我好像第一次玩命运之子的时候传到 B 站去，结果审核没有过。好，原因大概就是因为可能是太裸露还是怎么样，所以后来我就没有再传了。那在大陆那边这款游戏应该是叫天命之子。好。那总之呢，就是后来我有一次就是用九尾狐啊，然后我用那个官方 FB 的这个，九尾狐的这个什么宣传的图片，然后我做了一个封面，然后也被检举。我想说我的频道很少了，然后命运之子这个系列又没有什么人看哦，就是我好像玩的都比较冷门，像什么不朽之旅重生啊，那其实观看数都很低哦。那只是说我比较喜欢玩一些就是我自己喜欢玩的游戏。好，那不管怎么样，就是结果竟然会被检举图片了，所以后来我那个命运之子的那个就是封面图，我就直接改一只狗。然后刚刚我就看到说它有一个马赛克的功能，那马赛克的功能呢，没想到在打王的时候它都可以马起来哦。因为这次九尾狐它真的是比较性感一点哦，所以说就是把它当作是封面图的话，确实是会有危险。好，那我们来看哦。我现在打了这个马赛克，变成这个样子。好，那这个怎么设定呢？这在 menu 这边，menu 这边有一个这个马赛克的这个滤镜。好，那这个滤镜去调整之后呢，角色就会变成马赛克，看你要打多马，所以大概就变成这个样子。九尾狐比较性感了。如果说是像戴娜，这是戴娜的话就应该还好。我把它设成显示 child 的这样子。好。如果是戴娜的话，我觉得应该就 OK 哦。如果说我刚刚的画面哈这样子马赛克滤镜这个样子，如果说我的画面一直停留在这一次的这个世界王九尾狐的话，我想连这个影片都有可能会被检举哦。我们看打个四哦，这是四的这个嘛，那打到八呢？哦，好，八就大概变这个样子哦，然后切到16，切到16就变这个样子，好。那这一次的世界王九尾狐哦，这边好，好就变这个样子，好显示 child 的 ，OK。那我如果说我没有打码的话，我的画面如果停留在这个画面太久的话，别人要检举这个影片，我想也是有可能检举过了哈，因为这九尾狐真的太香了哈。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，那只是闲聊一下。那另外啊，这一季的这个任务啊，它有很多任务可以解哦，像这个。好，梅的这个限时任务，这个是百鬼夜行，可能他都只有送一个，我觉得有些可惜哦。好，有没有？他这些东西只有送一个，然后另外这个打比的这个限时任务，将九尾狐升到50级哈，会送一些这个水晶。那九尾狐的话，获得也是很简单，基本上就是你只要打世界王，他那个就一定换得到。然后再来就是什么夏日这个任务，这个糖果好像是要氪金这个我都没有获得到半个。然后另外这个哈，这好像是我第一次看到。他说这个夏日限时任务，然后他说正义之花马福德特必中高级特选召唤。我以前没有注意到这个，你看我这个只有一次而已。那这个是因为我一次就中了嘛哈，所以说好像就不能再解。但是这好像就有点像是非洲条吧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说你使用那个五星必中马福德特，你抽了10次都没有中的话，你这个任务就可以解了哈，他就送你这个3300。水晶哈，就是算是小小补偿，然后还有一个温泉造型。那另外说，如果说你抽了15次不中，那等于是保底，保底他送你一只哈，就是强制送你一只这个样子。但是因为我运气很好，这次不知道走什么狗屎运，我这一次召唤啊，就是在我上一次还是上次影片啊，我录一次就中了，然后所以说就这个任务好像就不能再解，所以说这一次有很多的活动都可以解，就是除了这个哈。就是你刷这个地下城哈，这个任务可以解，然后还有这个，
转身管里面转身了，这个就是花红石啊。我之前有红石，我就忍不住想要转啊，我应该等这样子的活动去转了，因为其实最低的话是12红石可以去转身管转一次，所以说120个红石的话，至少可以多拿一个这个温泉的造型嘛，对不对？所以说这边有20个，你看。20个是最大奖，所以说我可能之后如果说知道这个活动的话，我可能下次我要把我的红石存到240个，因为最低限度是12个嘛，240个就在这边 Night World 这边转身馆。好，应该最便宜的是这个吧，你放5只四星的角色，然后12颗红石，那就是慢慢等这个活动。等这个活动的话，就是他如果说是这个上限是24的话，那12红石乘以20就是240个红石哈。好，现在知道了，我红石也要存，然后存到这些活动，然后再一起参加这样。反正，这样子的游戏就是你存资源嘛，然后存一存之后配合活动一起解，那这样子会比较有比较划算。好，那就是感谢之前留言的大大，然后教我怎么打这个世界网。那我的伤害现在已经，最高伤害已经到400万，但是还是差很远，看来还要再继续做功课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这是用电脑录的，所以说，好，又来了马赛克王。不过这个BOSS 的这个马赛克比较清楚一点了，算是薄嘛。好，那不管怎么样，就是像我现在在工作，然后我就会就是把这个模拟器开着，然后让它慢慢打这样子。那其实我只要过一段时间再切回来看就好。然后打世界网络的速度是调个两倍速这样子。OK， 好，那影片就到这边了。然后这影片依旧不会上传到 B 站，因为我实在不确定说那边审核标准是怎么样。好，那谢谢大家观看，那我是阿天，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